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复活邪神 RE Universe》，然后是日服的。那我突然发现我在吃碎片爆炸啊！怎么会那么多碎片啊？是不是哪里有问题？多1000多个碎片哦，因为还有送300个。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中那么多碎片，用不到啊。哦，然后新活动哦，我忘了是怎么念，好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念啊，有日文有汉字，然后我的那个道具应该是刷够了啦，那可以换这只。这只应该可以升到50等吧，600个，然后250把角色换出来，然后还有一个 SS 的棍棒，哦，然后一堆金色碎片，我有稍微看一下，应该都换不出来了。然后就一堆秘传书。拒绝型，然后送那个体力回复药剂嘛，啊，还有矿山地图也换不完，还有什么练达之阵，欸，这个药的也太多了吧，换不完欸，这样还要20000欸，哇！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素材啊、消耗品的，我还有钱，30万，哦，诶，就这样吗？我想一下，哦，然后我过到23啊，他穿哈的，诶，好像就这样而已啊，就多送一只角色，诶，好像没有送那个抽奖券呢，没看到。哦，把角色换出来。那、啊、好吧，换掉了。哦，那个不跑应该没差吧？有一堆字在那边飘那个。然后这一只是，那只是小剑，它为什么送棍棒？全体攻击，然后我2招全体攻击，可是也只能放一招啊，给2招是，好，1招单体，2招全体，然后什么？哦，毒状态，这只会中毒，会让敌人中毒。回合开始时，哦，全体耶，真的假的？所以这只是放毒的，对不对？还有没有石化的？回合开始时敌全体石化，这样攻击上升效果中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活动的，活动结束之后会消失。哦，也好像，反正就这样。又想一下。我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抽，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新奖池啊？日服的我就不太想看公告。每日的抽了，哦，这有可以抽2次。这个券是哪里多出来？登录吗？诶，中，可是我觉得这只我应该有的。诶，没有诶，新的，诶，哦，有一招全体的，然后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招命中的时候，那个状态我不知道啥，
即自身气用上升，这个是挑衅状态哦。然后开始是全体重一个状态，你现在是流行帮敌人上状态就对了，然后攻击上升效果大，好像还行啊。如果这个重的状态每次都重一下，好像还蛮不错的。然后什么？好，这个活动了，好。这是免费池啊，白金池，白金奖池，每天可以抽一个的那个，哦没了，就中一只新的，这两个是同一个奖池，哦啊它是新追加的，这只我还没抽到，然后这个是螺旋跳。20号还没更新，然后这剩一张，这是不是快结束了、啊、没有抽的赶快抽一抽。8月15，诶，变更前变更后是什么？好，这再一两天就结束了。诶，15号再三天，嗯哼，1.5周年，超感谢祭。然后这活动什么时候结束？也是15号哦，他15号还会开新活动啊，才三天呢、欸。哇，然后这有的抽了，这个是什么？长夏的，这什么时候结束？这个到10月1号，哦，抽。咦，没想到还是有的抽诶、欸、他是不是那个每日登录的时候送了？我怎么没印象我有拿到这些券？如果五只都是状态，每一种状态都一个，那有可能敌人中复数状态啊？好吧，没试过。最厉害的状态好像是石化吗？还是现在其实也还好，中的几率不高了。我没有那只角色，没有去抽那个火车，那只有没有进免费池啊？应该是不太可能进免费池吧？还是不好说。哦，凤菇没中，都是碎片。这个不知道还会有没有机会送券，先留着。然后这些都要花钻抽的吗？有长新奖池，好，抽完了。接着我再来看一下那个交换所，看有没有漏掉了。应该都换的差不多了，10个金币，然后素材我已经爆仓了，黑色这也是爆仓了，那这个好像可以一直换嘛，只是它数字会越来越高。这个，诶，哦，剩这个。英镑没换，这个妖魔之塔，体力药剂，啊，那已经换好了，还是应该留着不要换的。圣塔，剑达之阵。好吧，差不多这样啊。凤山那个盔甲没有补货，就只能换一个就对了。好，那差不多这样，先收台啊。诶，差一点10分钟，那个10分钟到底有没有用啊？然后撑到10分钟收台。